走了，走了之后这边来电话了，说他还在机场，说他那个行李丢了。荷兰的选手丢在自己的，有可能丢那个，丢那个法兰克福是吧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这个是过去的一个老建筑。是，那1928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。现在是卖表，现在名表。哇，这个这条路你看着没有啊？是，这边这么宽是吧？到他那就变窄了。这个、哦、为什么他不迁？这个老建筑不拆迁了啊、哦？它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古迹嘛，不能动它，不能动它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灯光哦，我每次到一个大城市，我发现这个灯光的这种设计啊、哦，就凸显出一个美啊、哦，很重要。其实灯光是在美学上或装潢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其实。其实有时候你不用花很多的钱在建筑物上面，对，你在灯光上面的颜色调配，画龙点睛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里又到了哪里啊？哦，这里应该是三 C 产业。咱们明天坐火车就是在看着没有？啊，前面哦，看到了、哎、沈阳站，对对对对，哦哇，看到沈阳站了。你们现在写字都是繁体字吗？对，还是繁体字啊？字对对对。但基本上。简体字也看得懂，你们应该繁体字也看得懂了，也看懂了，哦、也看懂了，对。